我不会令卧龙妻子的名字蒙羞，现在出战！ 月英，我受刘备大人之邀，担任了军师之职。既为军师，我必须前往危险的战场。我不能带你一同前去，请你留在这里，待在家中吧。不行，孔明大人。 我也要与您同去。我知道这一天迟早都会来到，就算前路艰险，我也不会害怕。而且，既然孔明大人认定此人为主公，那么我也希望能为之效力。月英，荆州名士黄承彦之女，卧龙诸葛亮的妻子。 精通武艺，还通晓天文地理和兵法等知识。在丈夫为报答三顾茅庐之情出任刘备的军师时，决定随行。月英，我想继续在孔明大人身边做您的后盾，您能答应我的心愿吗？谢谢你，月英。 你真是我的贤妻呀！这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这里是战略要地，停止进军，设置防线。 发出指示的时候，队伍就会溃不成军，把我们攻向位于新野城寨的军师吧。如果我被击败，之后的计策就难以成功，必须在此击退敌人。百姓的动向十分奇怪。 报告这一场，我速派人传令。是。前进，前进！ 由我于文泽亲自行动，都由我于文泽亲自行动。既然无法解除敌人的阴谋，只能速接受，此事失败了。这下策略不会泄露给敌军了，我们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准备了。嘿，这就是平日钻研的成果。
坚固的盾牌。不美之人就请回吧。领军，你们不要犹豫，勇往直前吧。不够成熟，我已击败敌将。你真是我引以为豪的妻子。不得不撤退，真是太没用了。来吧，停止进军，我们在此地拉开防线。目标是执行火计，必须尽量牵连更多的敌人。现在就由我们充当诱饵吧，引诱敌人，吸引他们进入火计的范围。找到了，是刘备军，居然就这样跑了出来，快追，追啊！敌人追来了。是头诱导敌人，真是我引以为豪的妻子。有很多百姓因仰慕而追随刘备大人，由于和他们同行，我们的行军速度大为减缓。曹操军毫不留情地利用了这一点，最终大家只落得流离失散的结果。是啊，不过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百姓追随我，我不知无法拯救他们，还把他们卷入了战争。现在我只恨自己无能。我能理解您的心情，不过您无需担心，孔明大人已经事先安排了船只，我们会安排百姓乘船逃脱的。刘琦大人已经先到了夏口，
正在进行各种准备，好迎接我们。为了拯救仰慕刘备大人的广大百姓，我们还是先把赶赴夏口当作首要任务吧。我明白了，相信大家会平安无事，现在赶往夏口吧。竟敢只身来到我的面前，我来看看你究竟是人才还是莽夫。你是来刁难主公的吗？我不会允许你那样做。四周同时展开防御阵型，是吧？
侯公和张辽都来了，真相无法堵塞桥梁了。老天司少壮，老天亮，一步也不许往后退。胡乱挣扎，大意失败之前，还是先行撤退吧。阁下一直在困境中磨练自身武艺，先行撤退了。他们好像暂时不再追击了，拿盾牌来，把桥面都堵死。对不起，您平安无事就好。我也要一同战斗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先走吧。那个，你来了，我是很高兴的。这下差不多。这样，曹操军的人就过不了桥了。这就是平日钻研的成果。月英，你真是我引以为豪的妻子。消灭刘备一行吧。我来为你奏响镇魂曲吧。那么准备受死吧。反正敌人都会围着我的，你就在此对阵等待吧。远近前进，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。糟糕，我小心过于逼近，以致对方使出全力了吧。向前冲吧！仅能击败吴，继续前进。这强劲的力量，完全不像逃亡之人呐！幽会，请各位也陪我一起吧。竟然如此对待我，虽然心有不甘，但是现在只能撤退。还挺能挣扎的，虽然心有不甘，还是只能撤退了。这里支援孔明大人的计策，正是我的义务。作为卧龙之妻，我一定要尽心竭力。叫！
杰出的表现。只要能饶我一命，要我做什么都行。速进军来了，好了，出发吧，破门去夺取敌军的要塞。向那里进攻，我们来接管。各位前进，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我竟然被一群乡下人打败，就让我看看你们能怎么。不准后退，无论如何都要守住此地。垂死挣扎，你等再怎么努力奋战，也是无力回天了。文远在此，任何人都休想伤害曹操大人分毫。钟繇将军，你也请让我程仲德略尽绵密吧。我来了，没有退路，死守这里吧。这都是怯懦之辈，一鼓作气击败他们吧。行了，完全不是对手。我会全力以赴的。真是表现出众。放心了各位，我未能拦住敌人，希望你们能顺利逃走。时机已到，我已击败敌将。报告，曹仁大人正在等候主公。到达曹仁身边，一战便是我的胜利。如若不然，我便会葬身此地。时机已到，这是尊严的成果。主公，你没事吧？我会拦住敌人，你快点逃走。是许褚，抱歉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一定，你要活着回来呀！时机已到。你果然来阻挠曹操。
天命未尽，现在即使追击也无法杀他吧。那么孔明大人，只要曹操天命未尽，就没人能除。原来如此，确实，如果一开始就说要放曹操一条生路，孙权大人和周瑜大人一定会心生疑虑。隐瞒真实目的，实现自己设想中的局面，真不愧是孔明大人。要欺骗敌人，首先要骗过自己人呢。出发关羽将军也不过是